你先歇着，我去去就回。我没事的，正事要紧，不必担心。别胡思乱想，我很快回来。也不知这里是什么地方，还在不在余城。李锦绣方才一直自称我，那个丫头又唤我做夫人，称李锦绣为主子。可是这种近视，李锦绣是断不可能用外人的，那丫头必然知晓我们的身份。既然如此，那他们这么做就只能是做给外人看的了。想来在这个地方，李锦绣特意换了身份，许是为了安全考量，也或许是有别的什么打算。想不到已经过去了三天了，也不知江谷主现下如何了。这里都是李锦绣的人，着实不好打探消息。李锦绣向来谨慎，我之前的种种举动又不知会让他作何猜想。若他问起，我又该如何回答？你们过来。啊，是夫人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回夫人的话，这是揽月山庄，就在余城附近。咱们这儿的景致很好的，等夫人好了，奴婢带夫人去赏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这丫头倒是挺机灵的，只可惜是李锦绣的人。啊，奴婢名唤素琴，这是奴婢的妹妹弄音，奉主子的命特来服侍夫人的。夫人有事，只管吩咐奴婢们便是。是婢子疏忽了，夫人昏睡了三日，这会儿肯定该饿了。这几日厨房时时备着清粥，就担心夫人哪日突然醒来，准备不及。奴婢这就差人去拿来。我昏睡了三日，该不会肚子就这么响了三日吧？天！啊！怎么当真这么快就回来？我还没做好准备呀！饿了吧？起来吃点东西。还在偷笑，这丫头必然是把方才的事情都说给李锦绣听了，身边跟着个小间谍，以后可得当心些了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干嘛把勺子递过来？这不会是要喂我喝粥的意思吧？啊，李锦绣，你是被人调包了吗？不要突然做这么吓人的事情啊，喂，还是你在粥里下毒了，喂。张嘴。罢了，身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大不了死了重来，说不定可以马上回去北疆呢。我倒要看看你想玩什么花样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李浩轩既然被擒，那李锦绣现在定然已经知晓我后来是被其他人劫走的了。从我醒来到现在，
他的态度却一直很反常。是知道了什么，还是又有什么别的打算？无论如何，现在最要紧的是知道江谷主的安危。若他逃脱了，便万事大吉；若他被擒，那……累了。啊，不，臣妾身不累。这称呼一时半会儿还真不习惯啊。都下去吧。啊，是庄主。你现在的身体不宜车马颠簸，且安心在这里住着，就当是散心了。待你身子无恙了，咱们再离开不迟。好大一顶帽子，我若戴了，您老人家在这里有个什么差池，岂不就是受我拖累？